这也是微生菌哦，微生物菌培养场。首先来看呢，我们呢是福特菌，看到哦，哦，这味道很浓。浓郁呢，很浓郁的味道哈。对，哦，你看哦，这上面还有一些虫哦，你看这虫 一上去，它就因为它是酸性的，所以说虫大概就当它的肥料了。哦，啊，这个菌我们还要它稀释才可以使用。这个菌哈，它可以促进我们植物根部的生长，然后也可以抑制这个线虫的发生。